李志的广场。李志当然他所创作的可以延续这个题材发展的歌就是这一首，他在他的一个现场专辑叫做《宫崎东路没有人》，专辑发表的曲目单上没有这首歌，但是到最后空了一段这个空白之后，又冒出来两首歌，就是《广场》，还有另外一首歌叫《人民不需要自由》。这个歌跟《广场》的风格又非常不一样，就是一个比较愤怒的歌，唱得还挺激动的。当然这是一个反动的歌词嘛，有人沉默着观望，有人怀疑着生活，听见他们在歌唱人民不需要自由。那么李志是78年生，他算是70后的这一代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6年级。北京摇滚带有辈出啊，中国的玩音乐的青年一代人换过一代人，80后时代其实早就已经崛起，并且玩出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另外一片灿烂的风景。80后时代的新兴的乐团之中，有一组我觉得挺厉害的。现在这个团已经改组了，解散又重组，只剩下原始创团的团长还在。但是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，这个叫做 Car City Cars 的三人乐队，他们曾经发表过一张唱片，里面无独有偶也有这么一首歌，也叫做《广场》。Car City Cars 这个团，他们很年轻，他们在64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可能还在上幼稚园。但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去理解共和国的近代史了。2007年，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，同名专辑叫做《Car City Cars》。这张唱片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面，整个中国摇滚的乐坛啊，它是相当精彩的一张专辑。它制作在录音各方面，我觉得它都达到了，应该是说放到西方世界去也不会丢脸的高度。当然也会有批评家认为他的音乐还是带着太强的西方的影子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流行文化，尤其是流行文化，它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东西，这个事情可以去说的。纯粹这个东西只是幻想出来。As long as Car City Cars 这个团，他们的歌词还能写出这样掷地有声的句子，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吊的团。在听《广场》之前，我想先跟你们分享他们的另外一首歌，这歌叫《志愿人》。这首歌长度并不长，但是音乐非常的爽朗直接，歌词也写得很有趣。我觉得两岸的独立乐队先要拿来比较，顶尖的乐团拿来。